应习近平主席邀请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华进行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。访问期间，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、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。我们会及时发布此访有关具体情况。